先，我哋有请各位主礼嘉宾拎起朱砂笔，为我哋嘅狮子点睛。原来咧喺中国嘅传统上面，狮子点睛系寓意住佢嘅左眼睛、右眼明、左耳醒、右耳灵。在这一个呢也都期盼新的一年我们个个学生都聪明伶俐，各位身体健康，合家平安。Dotting paint on the lion is a symbol of life giving.